严重洁癖的妻子前后开除了70位菲傭，为何歌神还能忍得住？张学友坦承曾萌生离婚念头。近日张学友歌唱开启，网友沸腾，毕竟相较于刘德华、郭富城等人的曝光率，歌神张学友低调许多。近日张学友歌唱开启，网友沸腾，毕竟相较于刘德华、郭富城等人的曝光率，歌神张学友低调许多。某采访中，张学友透露现在接任何工作都是以家庭为主，如果需要离开家里超过半个月，他就推掉，而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离不开背后的女人罗美薇。罗美薇严重自闭，还有重度洁癖，让身边人觉得其神经质，但是张学友21年来对其不离不弃，用罗美薇的英文名美给小行星命名，多年来经常在自己的新专辑中为太太写歌，究竟是为何？现年52岁的罗美薇患有严重洁癖，每次出外用餐，罗美薇都自备碗筷，有一次忘记带私家碗筷，被迫无奈用餐厅提供的餐具，不过要当场用开水不停地清洗，然后再以纸巾擦拭数十次。她不敢用公共场所浴巾，从不在健身房洗澡，而且随身携带消毒喷雾，上高级餐馆也自备餐具，住饭店必定用清洁剂、消毒水狂擦浴缸、马桶，然后再把消毒药水洒在地毯上。张学友想给女儿养狗狗，遭到老婆严词回绝，家里不许有任何宠物出没。家里菲佣打扫卫生，他总嫌不前进，然后会自己跪在地板上，用指甲一点一点扣掉脏物。在2007年的报道中，就有过罗美薇近3年更是炒掉21个菲佣的新闻。被辞掉的菲佣一气之下向媒体爆料，说罗美薇有精神病，每天让他工作达19个小时，罗美薇因此被菲律宾领事馆列入聘请菲佣的黑名单。而近年来其中一名被炒菲佣大爆，他是第60个被罗美薇解雇的工人，估计历年来两夫妇共炒近70人。消息爆出，一片哗然。事实上，最让张学友尴尬的是，当年罗美薇和他一同出席梅艳芳的葬礼，在去火化场的途中，有人在车上大喷嚏，罗美薇当时反应非常大，用双手不停扇来扇去。即便现在全家四口出门，罗美薇依然会坚持让四个人都戴上口罩。洁癖其实是一种心理洁癖，源于内心缺乏安全感下而产生的强迫症，这跟罗美薇的成长环境有关，她在单亲家庭长大，自幼父母离异，与她有血缘关系的父母都欺骗她，因此让她有一个不快乐的童年。从小和奶奶一起生活，成年后全靠自己开创了自己的事业，缺乏完整家庭的温暖，对人不信任。 Sponsored Ads
曾有严重自闭倾向，即使对婚姻他也一直存有恐惧感，是张学友令他对婚姻有信心。罗美薇还有爱唠叨的毛病，这与她失去了一些记忆力有关。先前她曾在拍戏时头撞过车，照过两次脑部断层扫描，还曾因胆结石手术做过全身麻醉。她记忆力严重衰退，曾有去台湾拍戏几日后回家忘了自己住在哪一层的记录。对于爱妻罗美薇的唠叨，张学友表示早已习惯了，他当我是个录音机，早习惯了，而且我自己也服了自己，每次重复的话都一样。罗美薇的话，在家中就是甚至为了女儿学好英语，严禁所有人在家说广东话，张学友也不例外。期间张学友也有过离婚的念头，但是后来放弃了。他说，夫妻相处之道，最重要的是给予对方空间，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张学友为什么会对罗美薇宠爱有加？罗美薇的财商非常高，一直手握张家财政大权。他喜欢投资，奉行有钱就买房产，由90年代至今买卖不少物业，几乎有赚无亏。而当中最大的两宗买卖涉及几千多万，手上至少有五个市值逾4亿港元，约 15.4 亿台币的物业收租。罗美薇还是炒外汇高手，据说她在新加坡、美国、英国都有开户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张学友曾说过，在我最潦倒的时候，我看到了美薇对我的真爱。张学友和罗美薇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同时出道，1985年20岁的罗美薇被选中出演影片《情逢敌手》，随后于同期出道的袁洁莹、李丽珍、陈嘉玲、罗明珠组成开心少女组，接演了《开心鬼》《八喜临门》等喜剧片，在香港红透半边天，曾和梅艳芳并称为香港娱乐圈最具发展潜力的女演员。1986年拍《痴心的我》的时候，导演喊张学友、罗美薇站在一块，让我看看你们是否登对。于是张学友和罗美薇两个新人马上走出来站在一起。导演又叫你们互相望一眼，他们抬头对望，两个人立刻满脸通红，接住马上低头转身分开。罗美薇说得非常坦白，从那刻有触电的感觉开始，我就知道我们会一起。两人相恋后，罗美薇陪着张学友经历了事业的几次起伏。1988年，张学友的事业陷入低谷，在梅艳芳生日会上酗酒闹事，还传出与初恋女友复合的消息。罗美薇在4月公开宣布分手，但很快两人重归于好。之后罗美薇陪伴住他走过这一段人生低谷，
而在张学友经历爆红膨胀耍大牌被封杀的时候，是罗美薇鼓励张学友重新开始。经历过苦难的感情总是让人感到格外的珍贵，自此之后两人更坚定了携手共度人生的信念。张学友大女儿，1996年两人结婚。1999年世界小行星协会给予张学友为一颗小行星命名的机会，张学友将此颗行星命名为罗美薇的英文名 May。 2000年生下大女儿姚华，又于2005年再生二女儿姚晶，一家四口相处得十分融洽。张学友也很迁就罗美薇，像我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妹妹买的，她叫我穿什么衣服我就穿什么衣服，免得她为这点小事不高兴。